人来的确实不少，我特别欣慰。非加这俩字儿不可，我得跟他们分开，知道吗？对，别说一样，这都哪团的？这都是。啊，大年初三，对，北京德云社开箱了，是来了这么多朋友捧我们，对，真是很高兴。哎，没有这么大的能耐，嗯，无以为报啊！哦、啊，散了，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吧。您打算请客？谁去谁花钱。那就甭去了，那就都人太多，知道吗？你要说就来一个俩的，那成。你们吃我吃一顿是吧？嗯，还行啊。人忒多，找机会吧，好吗？哦，找机会，一次请一个，轮着来是吧？这主意也不错。哎，今儿就咱俩人吃去啊！今儿我请你，行，是个办法。真答应啊你？你为主，剩多少剩少我掏钱，我包一葫芦头。嗯，其实按说我请你不应该。怎么？你比我挣得多。哪儿的话？你比我有钱。哎，不能这么说。家底儿厚。嗯，家底儿厚，咱们不行，咱们就是一普通人。哦，我跟你很多地方都不一样。是吗？你看，首先说，我有父亲。对啊，我也有啊，我也有。我那是亲的。我这也不是厚的呀。不是。我是说，我那个父亲没有你那个父亲挣钱多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对吗？我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他爸爸们特别的有钱。什么叫爸爸们啊？没告诉你就一个吗？加门字干嘛呀？就剩一个了。一直就一个。嗯，好，对，咱们就当一个那么说啊。好嘛，我还按一个那么听，知道吗？他父亲那说实在的，钱对人家来说就叫纸。就那么有钱，什么时候往心里去过？多花了，少花了，花件没有，这不在乎，不拿当回事儿。你打，你想打解放前，人家他父亲就很有钱，是吗？他爸爸是想当初的大学生，你看看那多少年了，啊，会七八国的外国话，嚯，那个当当当当当一说，啊，都行哦，给旧社会那大军阀做翻译，翻译官啊，老翻译官嘛，嗯，有一电影，你看。小兵张嘎儿，什么翻译官啊？这是吃黄瓜那不花钱那个？没吃西瓜。你还记得清楚吧？谁说的？啊！我给您，咱是道听途说，人家家的事人家知道。谁说的？戴小眼镜，精神着呢啊！没听，不是啊，我给您说那电影呢，这是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反正他父亲很有才华，嗯，天天跟着军阀出去烧杀抢掠去啊。净干好事啊，这就坏事嘛，这不大军阀离不开他呀，是啊，得用他翻译哦。有一回逮着几个日本流氓，嗯啊，在中国境内偷东西，哟，大批的金银财宝他们都弄着了，哦，找一地儿藏好了，嗯，这几个日本流氓落到军阀手里边了，哦，一说话军阀不懂啊，是，这真不明白这个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来，哎，于小谦来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爸爸叫于小谦，大户人家吗？排字吗？排字也没有往下排的呀，就是。于翻译官，你过去问问，啊，问问那些个财宝金银都藏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把它审出来。他父亲过去，他当当当一说，啊，哎，连吓唬带哄吧，嗯，这几个日本流氓吓坏了，哦，埋在哪儿了？搁哪儿？怎么拿？有什么记号？全说了。这是手段啊！你爸爸问明白了，回头告诉这军阀，嗯，他说不说，让你枪毙他。啊？什么人性啊？这是？你想吧。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啊，军阀那个脾气，烫烫烫烫烫，真给枪毙了，都打死了。哦，晚上你爸爸拿手巾蒙脑袋，嗯，扛一铁锹出去了。啊，今天没有事儿啊，嘿，好，天去捧捧地儿啊，是捧地儿去。老于家发家致富，就指着这个，有智力人家啊，这点钱到现在都花不清，那么些，就这么有钱。后来，当然后来解放后，他父亲也落在咱们公安人员手里边了。进去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留用了嘛，啊，表现得好，啊，积极改造，配合政府，那不还是进去了吗？没有，他在这个在监狱里边吗？不是，怎么说，在监狱里边那就叫进去了，您知道吗？在监狱工作人员行政，哎，行，挣得不少啊，挣得不少，行政人员什么挣得不少啊？行政人员那年头退休的时候，监狱里还开一个很大的庆祝会吗？哎，他爸爸算元老了。对呀，啊，哦，大伙儿都站好了，嗯，他爸爸打那边过来了啊，趟着料呢，这不是啊？
你脚上干嘛呢？这岁数大了嘛，走在那晃悠嘛，是吧？那手呢？拿着鲜花呢。啊、嘿，鲜花呢？什么姿势的开会的？开会嘛，是吧？啊，啊跟大伙还寒暄呢。啊，报告政府啊。这是寒暄吗？这客气吗？客气，没有叫政府的呀。这一辈子了，大伙都很尊敬。哎呀，快歇会儿，快歇会儿，快歇会儿啊！哎，好，谢谢各位啊。抱着脑袋呀、啊，起来吧。怎么了？规矩姿势还是犯人啊？这个懂得这规矩，他不绝不是犯人，就是、啊、他给犯人做饭的，知道吗？厨子不是这整个监狱犯人吃什么饭都归他。你小的时候、哦，小的时候他跟监狱帮他爸爸干活，安排伙食、揣面什么都有他。后来犯人炸狱了，逃跑了，越狱都跑了。哦啊，逮回来为什么跑啊？啊，吃的太次。嚯、哦，就因为这么点事儿、啊？没问你那个啊。拿什么砸开的那个监狱那锁啊？窝头，好嘛，实在太差了。他爸爸小时候，他跟他爸爸那儿往面里边拆铁沙子嘛，是吧？啊，他干牙碜的这个干的。他从小他监狱长大的，嗯、啊，监狱都喜欢他。我爸那帮同事打小就特别聪明，喜欢我。小时候也好看的，嗯、啊，也好看的。谁要是难受了，哟，今儿吃多点了，肚子胀得慌，是，快把于谦叫来，干嘛呀？孩子来了，往这一站，人家看看，哎呀，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！我这么给人治病啊！我你看别的不管用，知道吗？就看我恶心。不是，聪明，爱你，喜欢你啊！这是喜欢我，一看我就吐。小孩最灵，连那刑警队的、啊、队长最爱你。是，出去有案子，走，谦儿跟着去，上车，还带着我。别上这车，那个跟警犬那车上。到那儿去，我咬着我在。不是你灵啊，打小跟狗一块长大的，是吧？到那儿去。小孩眼最干净，嗯，那时也聪明。谦儿，你看这案子怎么回事？嗯，你怎么说？小孩哎，我认为怎么回事？还没准就说对了。你照他说的办去吧。嗯，十回，反正多了不敢说，有六回真的。你看看，你不服？哎，有一回带着去，带着出去，走，谦儿玩去。嗯，到那儿好，这地上都是血，哟，死尸，大卸八块，分尸，脑袋在这儿啊，啊腿在那边，胳膊在这儿、哦，肚子在那边啊。嗯，队长看看，谦儿过来看看，不害怕是吧？哎，知道你不害怕，胆儿大。你看这个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说？于谦看看，嗯，我认为是自杀。傻小子吧这是？啊？队长特别喜欢他，还喜欢我呢。嗯，地上这要是你就好了。太恨我了，这是。嗯嗯，回去吧，回搁狗那车上去，去吧去吧。还不如狗呢。聪明，他哥哥也是这行的。啊，也是这样。他哥哥也在公安部门，对，吸毒大队的。对，不是啊，缉毒大队，缉毒大队，缉一吸，没听说过。您学过拼音没有啊？吸缉毒大队，缉毒大队，缉毒大队的。啊、哎，缉毒大队的嘛，啊，天天这儿忙那儿忙，嗯，逮那毒贩子。哦、跟我他哥跟我关系不错。哦，你们哥俩好。他哥跟我好，有时我没事了，给他打个电话。嗯，喂，老赵。忙什么呢？哎哎，等等等，不，我哥哥也得姓于。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什么叫巧啊？他外号叫老赵，没头发。外号叫老赵，没头发，逮谁罩着谁。老赵，我哥是王文林啊啊！哎，老赵干嘛呢？啊、来来来，就玩会儿，一块儿吃顿饭，喝个酒。哦，他哥哥有意思，是看谁都像毒贩子。他干这个，你没法跟他出去啊。是啊，走了街上，毒贩子，我说你别喊，别喊，别喊。啊，哎，那大胖子，那毒贩子，嗯，啊，你看那，我说你怎么了？这是啊，嗯、这职业病，哎，草木皆兵，瞧谁都像。嗯，有一回我上安徽录像去，哦，他正好上合肥追个毒贩，嚯、哦，跟我一道，哦，上了飞机，坐我旁边，飞机上，把我恨的呀，他看谁都是，那个啊，那贩毒的，哟，那也是，这四个女的都是，啊，别瞎说，那空姐那是，嗨，神经病了吧？啊。那边有老太太，那老太太准是老太太。看那边真坐一老太太啊，挺瘦，表情很怪异。老太太，哎呦，不时的打开书包看看，又弄上，低头不说话，心里有鬼啊。他哥哥坐不住，蹭起来了，哦、一把抢过包的，呲儿打个拉锁，一伸手拿出一小瓷罐来，打开盖，白色的粉末。你看啊，当时都愣了啊，拿手站着，老太太哭了，怎么？别动我丈夫骨灰啊！不是毒品呐、哎！神经病吗？老赵要不说好嘛？啊，这说这些是说人家家里边很有意思，
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这大伙儿觉得很有意思，没听说过。大伙儿觉得有意思，我也觉得很有意思。我可觉着没什么意思，挺好的，挺好。这两天我这两天演出，嗯，过了两天腾了功夫，我上家看看你爸爸去，啊，给老爷子拜拜年去，是吧？您惦记这些日子正是拜年的时候，可不嘛？初三也在年里的，对呀、啊。慢说初三到十五，嗯，没出正月都算年。哎，对了，当然最好是年三十大年初一，对。那是正经拜年的日子，是往后吧，那拜晚年吧，是吧？嗯，也祝大家晚年幸福，是吧？啊，不是这么说的啊，这个有这么句话吗？祝晚年幸福，有这么句话，也不是搁这儿说的，不是搁这儿使的。拜个晚年也得说是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！哎，哎就说这意思吧、嗯、啊！老于家这日子口都忙疯了，嗯，想方设法花钱。你想、啊、当初那几个日本流氓弄那钱，咱别提那日本流氓了，花不清，花不清。还留着？有，他爸爸过日子也细。嗯，这钱到现在都没动了。人家家里说的，一年四季为了花钱而活着。呵，咱们花钱得算计。对呀，这该买吗？那该买吗？嗯，这个用不上，别花钱了。跟人家这儿没有。哦，为了花钱而花钱，花钱如流水一般。那么有钱？花钱似尿裤一样。流水就完了啊！后边这句没有，知道吗？是吗？啊，爱花钱。哦，就成爱好了。这一年四季，应时到节，各个节日花钱，就为花钱。你看看，你看这个，像这个立春，打春吃春饼，可不？你咱们家也就烙点春饼啊，嗯、啊，炒点鸡蛋，弄点豆芽菜，就这个吗？这就完了。嗯、啊，老于家行吗？我们家人家家里边鸡蛋太俗，不吃鸡蛋，不吃。那怎么着？这么小的玩意儿怎么吃啊？啊，摊鸡蛋有什么意思？太小啊。哦，人家家里边炒鹌鹑蛋。比鸡蛋还小啊！这个啊，俩人一个，俩人一个，没门儿了。这个他爸爸还说呢啊，我不吃蛋黄啊，不吃蛋黄，那就甭吃了，那就啊，不吃蛋黄啊，鹌鹑蛋再不吃蛋黄，还俩人一个，那、啊、以饼为主吗？蛋不够，饼来凑吗？嘿，好嘛，以饼为主。哎，五月端午，啊、咱们家里应景来几个粽子啊，买个十个二十个的。粽子节吗？就得了，老于家吃粽子，好可了，比年三十还热闹。是啊，比年三十热闹。嚯、哦，这一节气啊，全家上下三十来口人，光吃粽子啊，嗯、得花两块钱。对，花钱都晕得很，看着。您看两块钱就晕得很啊！啊，两块钱就吃这么点。你不，你们家吃粽子主要是为了祭祀，哦、为了祭奠。这还是个讲究。哎，一到五月端午，他爸爸眼泪下来了。哟，坐在屋里喊于谦来这儿来。哎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。是。我讨个大说我是你爸爸，我们爷俩就别客气了，知道吗？不是有这么句话，讨个大说是你哥哥。嗨，那是跟外人，这儿没有是吧？哎，爷俩就甭这个。哎，我一到今天，我就想起当年来了。怎么了？那一年，嗯、我扛着雨伞，我走在杭州的街上。哦，我还唱了几句流行歌曲。什么歌？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这是流行歌曲吗？这个奇花异草，死了几代清香。嗯，正唱着有打对过。哦，你妈跟你青姨俩人过来了，跟青姨。嗯，啊、找我借那雨伞，我就给她了。后来街坊法海海大爷啊，海大爷，海大爷搅和。现在你妈也不上哪儿去了，好嘛，青姨也不来了。这您说这是我爸爸？这是许仙，这是没听说过。吃粽子吧，连祭奠一下。哦，哎，八月节吃月饼。对呀、啊，八月节月饼好，大月饼。哦，咱们家吃不了多少。哦，老于家，这么说吧，嗯、全家好几十口人，一人举把勺，嗯、啊，揣着月饼吃，就这一宿啊，到八月十六、嗯，这一块月饼没吃了。一块月饼都没吃，一块月饼全家人拿勺蒯着吃啊，那么大个儿愣没吃了。嗯，耳朵勺，对，勺小啊。你爸爸说了，这个甜搁在心里拽心里难受。那嘿，拽心难受，说舍不得吃就完了、啊、就饼啊，就着饼吃，还就饼、啊、就干的吃，月饼也就饼吃，就饼啊，俩饼搁一块儿吃，就是好的、啊、二饼啊，多有意思啊，这玩意儿打麻将的是不是啊？八月节到腊八更了不得了，腊八，腊八，腊八醋，对，他泡啊。嚯、哦，你咱们家里边泡两瓶、三瓶就完了，够吃就完了。老于家四十口人坐院里包蒜，嚯、哦，一瓶一瓶装，嗯，一放眼看都码满了。哎，怎么些？一院都是这，一瓶一瓶的啊，装得了。嗯，调料厂来人来车拉走，
我们家做小买卖的。小买卖嘛，做腊八醋的。你给人加工呗，吃不了卖这儿呗，是吧？干嘛还干这个呀？到年三十更了不得了，那是大节呀。好，大年三十晚上规矩也多。嗯，家里边祖先堂、哦、供桌、哦、都码齐了，点那个薄素定香。哎，老北京人讲究这个，嗯，老先生知道，嗯，这一宿不能灭，长明一根换一根，一根换一根，对，得坚持一宿。是老于家这个，一个搁上面能点到初六去。啊，这么大的蜡，嗯，手电棒，那是灭不了那个。断电池用完了，这拉倒啊！废话，别人家都供着猪头啊，弄只鸡什么的，啊，老于家没有。怎么？他跟他姐姐捯饬好了，供桌一边站一个。说这都像话吗？大户人家啊，就站那儿装猪头去。可乐你知道吗？可乐可乐什么呀？可乐给街坊带来无穷的乐趣。哎，对，我们家怎么办呢？你管他那个去了是吧？啊，院里边要踩碎，踩碎。老年人有印象啊，芝麻尖儿扔在地上，大伙儿踩，嘎啦吱响，嘎吱嘎吱响，这吉利，把妖魔邪祟都踩走了。嘿，这一年痛快哦，光踩这个你们家不过瘾。那踩什么？碎玻璃。都到这儿，他爸爸被鞋扒了，袜子脱了。光着脚，嗨，嗨，嗨，硬气功啊！这踩啊，踩什么呀？街坊邻居都来爱看啊，扔钱一毛的，五毛的，有大方给一块的。哎，这别甭踩了啊！打把是卖艺去了，出去。他跟他姐他哥哥敛钱，谢各位，谢各位，谢各位。好嘛，不清场，循环看，随到随看啊，随到随看啊。哎，还什么人都有。一直到年三十，表一响，老于就开始要煮了。煮大锅都做得水嘎啦嘎啦的，嗯，准备半天，来吧，下吧，是肠子、哎、肺、炸豆腐、火烧，嚯，腥气轰轰的这院儿，你知道？我们家三十晚上吃卤煮火烧啊，大户人家嘛。什么呀？大户人家吃饺子，一人一碗，踢了秃噜的，象征团圆嘛。火烧不切嘛，啊，整个火烧煮象征团圆啊，团圆嘛，爱吃，一人一个肺，叼着片吃去，好嘛，啊。一人一个肺。大年初一，大年初一早晨啊，老于家倾巢出动，出去了，出去给人拜年去。哎，他爸爸认识朋友多，是那好交际。对，整个北京城啊，加上周围这几个郊县，嗯，他爸爸认识的朋友那个没数，全是朋友，就认识一人啊，啊，啊，就认识一人，怎么还可北京市啊？是就可是北京城就认识一人啊，啊，别人跟他不来往啊，不来往。谁上年三十家里的兴气轰轰串门去是吧？啊，对，有那卤煮火烧味儿。可是这一个人盯一万个人，怎么呢？这人了不得。啊，想当初满清皇室宗隐哟，后代爱新觉罗，哎，冤人。对，冤人。嗯，谁起的名字这是？初一早晨，他爸爸给人打电话，人家喊他喂，喂，于小谦，哎，这甭提这名字啊，我冤人啊，哎，来，我冤你，来吧，来吧，冤我？不，我冤你，冤你来吧。啊，归置好了去了。哦，一进门，你来得好，大年初一来，嗯，先见见我们家老祖宗，还祭祖。领着这屋打开了门，嗯，这比这屋还大。哎呦，可这一圈墙上挂着，全都是祖先像。哎呦，一对儿一对儿的，这儿一祖宗，嗯，祖宗旁边一祖宗奶奶。哦，一啊，都是第二代的、第三代的，都是一对儿一对儿挂满了。到祖先堂了，挂满了啊，嗯，来吧。别给我拜年，先给我们祖宗拜年，这是规矩。哎，这是建立大清朝之年呢，之前在关外的时候的祖宗啊。这太早了吧。来，跪着吧，他爸爸实在。好，啊，老祖宗给您磕头了，棒，磕一个。哎，站起来，这是祖奶奶。哦，祖奶奶磕头了，俩了，起来了啊。来，打这边开始磕了啊。啊，这是咸丰三年啊，从这开始，啊，哇，这磕到现在得多少啊。磕吧，早晨八点去的，磕到下午三点半啊。哎呀，没干。爸爸站起来，满脑子是疙瘩。 啊冤人也吓一跳，是吧？啊，如来佛，嚯，脑袋疙瘩啊！嗯，你来坐这儿吃饭？不，我去买晕车宁去。啊，喝晕了都，可出来也恨得慌。那可不是吗？冤人害了我了，嗯，我也得冤他呀。嗯，哎呀，可是家里没有祖先像，啊，他得给我磕头来拜年来。是，我也弄点祖先像让他磕头啊。那这家里没有啊？报仇，因为老于家倒到六四年往上就倒不出来了。是吧？六四年就倒不出来。大户人家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家谱那些年都跟废报纸一块卖了啊。我们家这算是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新中国，是不是啊？找去吧。嗯，找卖画的。哦，咣咣砸门，买画。哦，买大张的。嗯，买什么画啊？嗯，就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
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买画的看看他，这么大岁数还好这个，好什么呀？一男一女的，一男一女的，对、啊，一男一女的，一男一女的，嗯，嗯，要黑白的，要彩色的，彩色的，哦、我一猜你就叫彩色的，知道吗？怎么回事？刚买了，刚进的货，哦，啊，就那个裸体的那个照片，哎呀呵，挺好，一样一卷卷好了，清楚，两张给你，拿回家去，给人钱，心里痛快，这就行了。什么就行了、啊、我算是把祖宗跟祖奶奶请回来了，没听说过冤人来就惨了。嗯，你倒看看呀。嗯，拿家扔桌上啊，躺那儿养、哦、啊，都晕得差不多了。嗯，到晚上五点一开门，冤人进来了啊，约他来，拜年拜年拜年，我就知道你得来。哎哎，今儿上你们家，你们家除了祖宗就是奶奶啊，你看看我们家祖宗吧。哎，来来吧，你好好看看我祖宗、嗯、嘿嘿，你等着磕头。嗯，你来太早了，祖宗还没起呢。没起。